每一年都有一次的这个台湾青年日，也就是在台湾我们有七个教区的年轻人，大家都会聚在一起，然后有一个活动。那借着这个活动，我们会一起洁净我们的心灵，然后呢也在开学之前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沉淀下来，当然也借着这个机会年轻人大家在一起唱歌啦跳舞啦，然后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引导生命的方向来让我们年轻人大家一起来思想啊，当然也会有借着宗教的活动来帮助那个我们孩子们，让他们的心灵能够举心向上。会参加这个活动是因为自己是教友，然后去年也参加过，然后觉得这个活动可以让我认识更多的朋友，也让我更认识天主。